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飞。Doors openin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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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w， 进来一个非常美的地方，很chill的一个hotel，我们终于来了。哇，我觉得这边很有国外的感觉。如果不看对面是 KL Pavilion 的东西的话，你真的觉得这边是国外。而且这一间餐厅很美。还有就是在网上最红的那一张粉红色椅子，今天 ，Insta worthy， 啊，这个泳池跟我家的很像，但是整面的感觉很爽。其实我当初会选这边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 hotel， 然后它的设计非常好看，是我喜欢的那种工业风 rustic， 又有一点点很多植物的那种青灰黑的那种酒店。那么今天来这边呢，是要来放松，来休息一下。哎呀。是我们今天这个 staycation 呢，主要是要放松一下的，啊，但是放松之前还是要工作的，我现在上去工作了。今天来做一个平价香水大开箱，接下来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个叫 Sherco 的香水，它有五款不同的味道。我一开始是被这个大麻麝香吸引到的，因为我想到底大麻味是什么，因为哥我没有抽过大麻。嗯，哇哦，哇，它原来它里面的这个罐装的设计哦是非常的精致，很高档，而且这个罐子的盖啊，其实它的质感非常的好。不怎么样跟你讲，它有那种很 rustic 重金属的感觉。那一般我们喷香水呢，就千万不要喷衣服嘛，因为你怕可能衣服会染到颜色。通常我们是喷手，或者是喷颈后面。哇，好香哦，这个 ，damn。这种味道哦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味道，而且它，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叫大麻麝香，因为它真的可能会让你上瘾，有点飘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女性嗅到这个味道哦，它会非常被你吸引到。我本身是觉得这个味道是偏有点像喝汽水的感觉，味道你再嗅久一点，你会觉得好像有点酒精的感觉。哇，很爽啊，这个味道。我觉得这个呢，应该真的可以叫做渣男专用香水。感觉就是一个很 playful 很 playboy 的感觉，它整体的 tone 就是 play。 那如果你想要把暧昧期的对象哦，打包，这个就是你应该要味道，因为它就是一种，哇，一嗅了女生会被你叼下叼进口。好推荐这个 ，OK。来，接下来下一个，这一罐叫 Loki， 它叫琥珀莱姆。嗯，这个有点，很汽水的味道，但是它的整体的香味比较偏向于花香，很有酒香味。然后我看了它的成分，因为它有莱姆酒在里面，难怪。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晚上的味道，它也很适合在办公室那种很沉闷的地方，会很需要这样的一些味道和气息，因为它会让你有一种生气，你整个会觉得比较 lose yourself， 非常香的。我觉得还蛮适合女生的味道。我觉得男生也很适合的，很有魅力的味道。你嗅到我的味道，香哦。很香，哇，琥珀莱姆，我推，那这个很好，这个一听它名字我就觉得它是早上用的，它叫 Energy Musk， 能量麝香香溢水，这一定是给你上班用的了，我觉得，嗯，果然，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男生的味道，它整体的味道很矿石，很 mineral 的味道，适合早上用，开会的时候你给人家嗅到这种味道，大家都会精神爽一爽， you know， 有精神去听你讲话。而且我喜欢它的味道，有一种那个檀木香，然后它有一些水果味在里面。好，下一款叫Royal Oak，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因为我很喜欢的那个表 Patek Philippe Royal Oak。 那这个叫皇家橡树香溢水，哇，哇，嗯，哇，这个很香啊，那我就不太会分什么前调、中调、后调啊，可是它整个的调调哦，就是有那种贵气，很有权威，很有魅力。我可以嗅到里面有刚才的那个莱姆酒，我也嗅到有很鲜明的这个橙的味道，
而它也有檀香的味道，它整体的感觉是让你很魅力加分，成熟稳重，感觉是一个 CEO 的香水。而且我觉得人家一嗅啊，这个一定会问你是什么香水，因为这味道太特别了。好，然后最后一支，这个名字非常可爱，叫做 Miracle Poppy。我们来嗅一下什么是奇迹的味道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味道它是清爽类型的味道，去一些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去 event 特别场合用，因为它整体的感觉让人家觉得你很 chic。 我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味道了，因为我本身喜欢玫瑰香，所以这个里面有玫瑰的香味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偏女性的味道。所以女生如果想要让你有那种带有一点点调皮的气息的话呢，刁男子味道，哎，这味道很香，到底是谁？哎，我觉得这味道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它男神收割级的味道，我觉得男神喜欢这个味道嘞。而且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水果的味道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的 fresh。 所以女生 damn， 我本身啊最推啦，两个味道啊，三个味道，大马威，皇家香树，还有琥珀莱姆。但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买的话用了告诉我 ，OK。其实我真的蛮喜欢男生这样的穿这样简简单单一件衣服就很好，很 smart。可惜我男朋友是不会穿的，哎，换男朋友呗。这件是我喜欢的。刚好拿到一个了，终于，叮铃！哇，很，哎，这里是扎拉，不是巴萨哦。哇，这个很足够的衣服哎，可惜还不可以穿了，穿了就也很丑了。中古，哇，这个是我喜欢的款，如果它可以穿这样子就好了。恭喜你！啊！你为什么穿跟中共一样？先闭眼睛下去。这是我觉得在 KL 最好吃的拉面 Top 3之一，这是招牌，也是超级好吃。OK， 我选好了，你？不行。我帮你选啦。你要那个味精汤没有这样搞了吗？是不是 ？OK。我刚刚叫一个干的那个拉面哦，要39块吧。那你也比我贵啊，原来。酱跟棍哦，20块你知道吗？这多少打包？太脏了，你帮我讲啊。喂，我吃过，你是我转了。